听完之后呢，其实这个很像是一起苏醒的升级版。那为什么讲升级版呢？健康挑战21，这个主要是讲全食植物饮食，餐盒里面呢几乎是无糖，然后少盐，是这样子的饮食方式，还有它是有均衡的。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教育，一个教育均衡饮食的活动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四个梯次已经有大概483个人次。透过医师的陪伴，跟咱的营养师，啊，跟咱医检师，我嘛得到非常多的新的知识，很开心。我们觉得讲咱这个活动，吼，咱要用真欢喜的心去吃这个健康的食物，吃了足欢喜的，咱就会把这个好的观念、好的饮食的观念继续去推广。各位菩萨，你们的分享术挑战21。其实呢，这个21只是呢一个启动而已啦，应该是我们大家永远的这样的方向就对了。人的口欲，口欲呢，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，真的是人啊，常常说大哉教义啊，食事为大，真正教育今天呢，也上了一场很好的教义，而且呢范围很广，很多人接收到了，都了解呢健康就是瘦啦。我常常都说抬头就要忏悔啦，人生呢有很多不对的观念带着我们呢一股无明的方向，所以呢给天地人间呢总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，这都是因为一念口欲为罪，口欲上大，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净化人心啦，给人间健康，唯有呢树要从斋戒，总是呢持斋就是守啦，而且呢我们要有一个戒心，我们要有戒持戒的心，这份乞丐呢真的是功德无量，一个戒掉了一切不好的习惯，戒掉了一切呢不对的语言，戒掉了一切呢不可吃的，我们戒掉，回过头来火星爱心放生，人人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其实呢天地皆有情，一切万物都有生命，何况人物与动物之间很相似，进行啦，暗逆比色心，都是在这样的观点，都是差不多。他看到人的眼睛很亮，那动物的眼睛更亮，所以我现在看到那只摆在我们的面前里，那是有一位做陶瓷的老师，李怀瑾老师，他送来给我这只滴，那看着呢总是眼睛注视着他，就感觉到这只滴全身都是肉，而且呢应该是软的，
但是呢，哇，用手去给触摸，还是硬的啦，因为呢，它是陶瓷，陶啦，感觉到说，细感、口感，这呢，都总是的众生无明啦，把它分了的，只是呢一念贪念，就是无明。所以呢，感觉到说，我们人人呐、啊，要把心要转，转欲，转迄个欲啦，那为先。一切都是从意念而延伸无明，所以因为无明呢而杀生，所以因为杀生呢，众生累积了业力。我常常都会各位哈涵盖过去，啊，众生共业啦，这天灾呀、啊。人祸啊，气候变迁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众生共业。那当我说出了众生共业呢，脑海中就会呼出了一个大大的嘴巴。最近大家都常常在看了、大大的嘴巴，许许多多的动物。在他的口边，总是呢要往这个嘴巴进去，所以呢，我就说，众生业力从一个嘴吞了，吞进了天下一切众生命，所以菩萨们听到了，各位已经有感觉了。从挑战二十一，先感觉到了菜根水果香，菜根呐、水果真的是很香啊！各种的菜肴都有各种不同样的滋味。我常常都会说啊，最后不要吃。欠债餐，欠债餐，这种吃了心里不安，身体不健康，何必呢？所以啊，天地还有很多经苦口香味甜的，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吃到，所以各位菩萨给予生命一条自然的生态，给他们一条呢活的康庄大道。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当他们要被杀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的惶恐，他们的哀嚎，他们啊也有一个看着你杀了我，我一定会报，记恨呐、也在。所以呢，世间这么多罪的灾难，人与人之间这么多的对立不平安，都是呢曾经有因有缘，有果有报。所以我们还是呢。不要吃欠债餐。看到了这一只猪，它有它的生命啊，所以呢，咱好好尊重生命，爱护咱的健康，尊重咱甲所有众生的性命，这无困难啦，做得到嘛。好啊，所以真的很感恩有今天的好姻缘呐、那全球有这么多的国家呢，
在连线哈，那给大家有因缘有机会，更能理解呢树的功德。其实呢，天生地用啊，这么好的气候，会当呢这么好的大地啊，真多五谷杂粮供应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时时用感恩心啊，那活得呢心安理得，这就是最富裕的人生。